怀上了，怀上了！妈，这真香的肚子太给力了，我才花了一分钟就花了三个了。老公，她这是……你看不见吗？她怀孕了，我终于要当爸爸了。妈，你要当奶奶了。是吗？是吗？来来来，快坐快坐！哎呦，来慢点慢点慢点儿！起开！哎呀，妈，我这怀的呀可是三胞胎，都是男孩。三个呀，还都是男孩？哎呦，我要当奶奶了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赶快把这给我切了！就是，我吃了。一个女人结婚八年了，连孩子都生不出来，要你有什么用？就是啊，大婶儿，你快抓紧把字签了吧。我要是你呀、啊，可不在这个家丢人现眼。行，我签。香宝啊，你放心，我以后啊一定会对你和孩子好的。我也会对你好的，老公。终于签好了，签好了就赶紧给我滚。不对啊，这房子是我买的，要走也是你们走。你确定这房子是你买的？哎呦，你个傻女人，这个房子写的可是我儿子的名字，你呀净身出户。哼，就你这智商还想跟我斗，真是把我这大门牙都要吓掉了。你们，哎呦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当初答应跟你结婚的，就是为了骗你们家出钱买这个房子。你看看你现在，一天天的妆也不化，素面朝天，还一身的油烟味儿。你再看看人家香宝啊，浑身香喷喷的，要身材有身材，要相貌有相貌啊，最关键的是人家这个肚子。一口气能生仨，你呢？你能比吗？你，孔富贵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表哥，表姑，你们这又是何苦呢？我公司破产了，还欠了30多个亿。他发展那么好，我不想拖累他。多好的儿媳妇儿啊！不对。